我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，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为别人而流。